全线开通晒啦，越玩越远。小明，好彩你唔系女仔咋，如果唔系上深圳一路搭地铁，得想被老劫啊！近期多个深圳地铁站，包括多个香港人经常出入嘅车站，竟然地铁老劫党专门向单身女士埋手，唔少女士都不幸中招啊！骗徒喺地铁站较为偏僻嘅出口守候，见到目标猎物之后就走上前老屈，系单身女子嘅痴情男友。好戏嘅骗徒更加会七情上面，入边告叫唔好同我分手啊之类嘅大话，令到途人以为佢哋系真情侣，只不过喺度耍紧花枪啫。之后再趁机强行拉走女受害人，到接应嘅车辆再洗劫一番。地铁老劫党有时候仲会一男一女嘅姿态出场，女同党会扮做系受害人嘅朋友，同男骗徒合力将受害人拉上车。再狡猾啲，女同党假装系见义勇为嘅好市民，扮好心解围，减低受害人嘅警觉性，甚至攞到对方嘅信任，之后先至将猎物带到去第二啲地方洗劫。如果不幸真系遇上地铁老劫党，咁应该点样自保呢？有网民就教路，要比骗徒更加歇斯底里，制造更大嘅事端嚟引起途人同警员嘅注意。有武术教练就建议，如果自问打得，而骗徒又冇武器嘅话，可以先攻击对方嘅双眼或者下阴，再攻击肋骨嘅位置，可以令到对方即时冇力，方便逃走。 ONTV 东方电视新闻台报道。